另外呢，华航宣布了从3月30号开始，釜山、仰光以及日本的航点将陆续增班16班。日本从3月31号开始，一共增加了桃园往返琉球、名古屋、富山、高松、宫崎、鹿儿岛以及高雄成田、高雄大阪等13班。釜山呢，3月30号开始每周增加1班。仰光6月2号开始增加2班。增班之后，华航日本线遍及了13个航点，由原本每周133班增加到146班。